托托姐姐怎么样？我想知道我完成使命后，是不是也要回到最高层的地方？对，它是两根绳子，真的，就像那个机械木偶一样的，两根绳子完成任务以后，就把两根绳子都收回来了。两根绳子都收回来了，而且收的时候你那根绳子第一先拉，再拉我的，先拉，再拉我的，先拉，再拉我的，总是你在我前面一步的，还就是动作上还稍微提前一点。啊，有个绳子在拉，那个叫什么？就像那个人家所说的叫如来佛啊，如来佛呢能控制那个孙悟空什么之类的，就是像那种，可以把你放下就可以收回来，就是那种，经常的那种，还是回去的，开车，怎么自己头痛了？我先看一下啊，是。